在比赛里面今天击败了 Johnson。 法令之后我们再来看看 Maurice Greene 在今天比赛里面第四道起步的时候表现相当突出，他现在已经逐渐的开始在场上领先。哇哦！不过最后 Shawn Crawford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专注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 起跑的这一段呢，实际上技术并不是特别的好，那么落在对手的后面 Crawford， 结果最。